嘿、hey, ，我是蜜大熊 March Bear。今天呢，要来开箱的呢，跟 Seba 没有关系。这个 Seba 呢，纯粹只是今天大熊呢去路边逛街的时候转到，然后我不推荐大家转这个东西，我很后悔，因为一个100多块是蛮贵的。它只能够打开，然后关起来，打开，关起来。因为 Seba 的变身的这个道具呢，它那个低差版的呢，它有两页，它打开了第一页介绍以外呢，它还有第二页的变身，可是这个就是纯粹就只有一页，而且超爆烂，不要，真的不推荐。那今天呢要开箱的呢，有没有觉得这个东西很眼熟啊？这个袋子呢是之前朋友送的，然后这个呢就是大雄之前开箱过的逢魔表头。哇，没有错，大雄败家了。之前大雄就一直很想要死亡的腰带，这个东西 Gaze 的呢，不一定要有，可是，就觉得网络上看到二手的有便宜的啦，可是因为它是旋转的，所以我觉得有可能被玩坏，一定要买新的，所以今天要开这个新的。然后大雄呢是在百货公司，就是台南的南纺呢，他刚好最近周年庆，所以呢有满2000送200，南纺的会员再加100块，所以总共折了300，而且这个8折。我们来看一下里面到底长怎样吧。贴那么多胶带，哦。这个，这个一样的，这个不用管它了。怎么办呢？我要从哪一个先拿？这个啦，腰带本体。这个就是死亡腰带。哦，那个。好爽哦！它里面有电池吗？我觉得一定没有。还好大雄有事先准备电池。我们先把它全部拿出来看好了，我觉得很重要。还有这一把武器，可是它少了那个合在一起那一把武器就很可惜，因为那一把武器我觉得应该不好买。哇，本体还其实算大第一次。玩假面骑士的武器有啦，之前那个阿勋有帮我带回来那个电王的武器，还蛮好玩的。哇，其实比想象中大吧，我以为我的手很大，所以应该很小一把。然后呢，小 G O and Gaze 的表头，还有什么？还有什么？这是什么？哦，这是那个腰带扣环。哦，这也是腰带扣环，这我们先不用管好了，我们先把本体拿出来就重要。好重，我先拆下来好了，这真的太重了。好多套套哦，拆这好爽哦。哦，转一下就可以打开了。将杀掉点滴 ，Jesus， 他的真的武器要锁螺丝哦。这个年代就不应该有锁螺丝这种东西了。螺丝旗子 get， 还有更多的点滴。More 点滴 ，On。吉克多莱巴，吉克多莱巴。所以我现在要干嘛？吉奥。ライドウォッチで戦う時計のライダーは吉奥だ。Time Machine。 好爽啊！Lion Time。仮面ライダー吉奥，来。
接下来就是 finish time。Time break， 好爽哦！那所以他拆开是要按下去哦，要按旁边这两颗按钮才能够把它拔开。Gate， 未来のライダーは Gate。按下去，一、二 ，Gate， 没错啊，所以不能这样插啊，要反着插，按下去。所以 Gaze 也算主旗，所以他应该在这边。可是因为他要装在这边，所以他要反着装。叮叮叮！哦 ，Gaze 的变声声音不太一样。哦，我还以为我变坏了。Finish time。天性，你哦，哎，came finish time。オマジオ。変身。キングタイム。フィニッシュタイム。好爽哦！他那个这个旋转的感觉，真的是无与伦比的爽快耶！我觉得这个，因为它有旋转构造，所以我不推荐买二手，因为二手已经不知道被别人玩过几百次，我觉得有可能会有点小故障，自己在玩，我觉得。买新的比较爽，众所期待没有啦，我自己期待。我这時間切れど，好爽啊！我今晚该会被揍，好吵、哦。二刀要变成哦，要按这里。要变形态要按这里。Ken， 彩德，好小哦，笑死我了。好像有点无聊哦，没关系，我们来试试看装这个表头的状况。哦。
我按到了什么？啊，我放到绝招了。麦脑吼，来喽！啊，装上去就直接菲利斯泰了。绝招的声音有点帅气耶，那如果是 Gates 呢？一样啊。那这样子如果一样的话，那佛母表头不就一样了？嗯，他没有喊出假面骑士的名字。哦哟 ，Oh my god！ 一样啊 ，Jew， 为什么不是 Gun 是 Jew？ 来喽，好吧，装上表套是蛮帅的，可是音效有点无聊 ，boring。用三、二、一。自爽用武器，这一整组就是要带玩家最爽。但那个旋转的感觉真的太爽了，不行哎、欸！我觉得那个武器真的是，好啦，拿起来是还蛮有感觉的，因为蛮大把的，而且因为大雄183公分，拿起来还可以这么大把，算不错。我一直期待了一年多，才终于下手买的腰带，失望不后悔，而且我之后可能还会再收集新的表头，我觉得好爽、啊。这个推荐大家买，因为也过很久了啦。可是如果真的想买二手，真的不太推。那刚好趁如果说你附近的百货公司有在周年庆，或者是说他们有在打折的话，我觉得可以买啦，直接入手这一套，我觉得蛮划算的。又有武器，又有腰带，然后又有盖子表头。因为盖子表头呢，后来它涨价涨蛮多的。不过最近因为这一组可能有降回来，然后它还有那个腕带，腕带我觉得不错。而且这一次买了以后，大雄就有两个腕带，就可以直接 cosplay， 整个这么棒的假面骑士了 ，Oh my god！ 然后也不能这样讲 ，Saber 之间也是有一个很壮的骑士啊，土豪姐。OK， 那今天大雄呢介绍就到这边。那如果喜欢的话，请帮大雄订阅、按赞还有分享哦。